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新住民西西，我的新一期视频又与大家见面咯。那么我们这一期视频讲的是我们的蜜月之行的第三站清境山。结婚前的领证前的那一个月，包括来台湾前的那时候，天天都睡不着，就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，知道吗？对，就是被老公请婚，就这样，反正就未来。他刚刚跟我说了，他说他男朋友也很恐惧。他也恐惧，是我能理解，因为年轻嘛，都会恐惧，就是说要面对的事情很多，然后就说你选择的这个本来是两岸的这个婚姻，对不对？两岸的，那要有很多因素，你知道吗？各种因素在里面，所以就会担心说以后嫁了之后不如自己所想的时候，父母就会说啊，你看你自己选，对啊，就这样泼冷水啊，对，泼冷水啊，泼几下子。那刚说了，他父母应该会这样说。其实我觉得礼金各方面还好，因为毕竟延伸了第二个阶段嘛。这个是写吻啊，这么偏的地方还有写吻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原住民在那对对对，加一些原住民。我订婚仪式，它里面有写 real。 对，你看到订婚仪式资料啊，原始观，对的，接下来开始就是都是这五山，那我就可以拍拍拍了。那个就是清境高的，那个是，所以那边会更晒，那边是完全几乎没有什么空气污染的地方，是紫外线很强。对。梅花哎，红色梅花，你看到这种是吗？不是，应该红色。看看有没有人帮我解答。其实我觉得他们这种焦虑，我觉得很正常，因为毕竟异地了那么久，然后突然间下一步就是只能结婚。对啊，你只能结婚啊，你没得商量啊。就算明年上半年解封了，隔离不用隔离了，那还要隔一年半的时间。那其实整个异地如果三年半的话，可能一个人的性格都会成长了，就会磨掉了。而且你们远距离要吵架嘛，对，一定会走到结婚这一条路，还是会有一点压力。就是说没有按照正常那种程序走的，那么半山上嘛，看到了对面的山，我们刚才是从下面那条沟上来。对啊，真的可惜了，还没有坐电梯哦。要的，对啊，这些都蛮辛苦的，就是在地的人，然后载东西上去，所以上面不要说嫌贵啊，花那种，对啊，人力物力，对啊，即使你在这个地方，你在合欢山清境，你去 Seven 买东西还是一样价格，你只要天气够冷，又会有水汽，就下雪，对，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为了赏雪上去啊，那花到是还有一个历史，一段历史叫无色世界，日本。就是跟原住民有抗争，就是要求原住民怎么样怎么样，不要啊！他们最有自己的文化，可是他们就是说，日本人就是希望说，你就是走都就是日本人的，都要学日，你都要接受日本的教育哦，接受日本的这种统治思想什么的，都是日本的这样子，所以皇民化运动就是这样。原住民这种文化，对啊，它是很特殊的文化，跟就是物色哦，这边是物色。以前的历史吗？清境上面都是这个，滇味傣族，应该过桥米线了。哦，过桥米线了，有啊，终于有啊，终于吃到我们那边的味儿了。不一定是你们那边的味儿，云南跟两广这边，那就是有我们那边的味儿啊，两广啊，也不一定呢。这样慢慢传承下来，这味道可能都跑掉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，我跟你说，那一批军队就游民那一些安置在这里，对。农民跟义军，然后辅导他们，就是在这边这个地方经营这个农场，然后就生存下来，对对，那就是远离家乡，远离了他们的故乡，柿子红了，柿子红了，齐白石那一
微博画的就是一种乡愁，有2000的海拔。如果没有了解这一段历史，有人不知道，有时候一直在这边呢，就是来到一个山上面旅游而已。对，你要越了解这种它的，就会有那种味道。对，你就会知道说，哎，为什么你会去想这些事情？哎，为什么会这边会有这个料理？就带着那种人文的那种情怀在这里旅游了。你越了解这个地方，你就比较深。如果没有你这个导游的话，我估计就是大失意了。当你了解了这一段历史，你会发现，是有一个历史在这边。你会发现这几十年的那种历史的一种变化、一种变迁，还有很多人的那种情节、家国情怀啦，还有那种乡愁啦。小云南，对，确实，它的海拔也跟云南一样。云南那间餐厅叫小云南。哦，那个餐厅，我这天空确实很蓝。你说这种景色，我当时就想到云南，知道吗？青金农场这边的民宿都在那里。说要去环岛，然后环到云南。对，有山脉。排骨火锅真的很好吃，来听一下月光下的凤尾竹。你跟我们去大理的时候不一样哦。这叫过度迷信。过度的台湾跟云南呢？的迷信。这个是椒麻鸡。你的对，它是要符合台湾的口味。应该是。它还是很 OK 的吧？人工吃的话，那个鸡都有限。云南它有的就是会放那种干辣椒，这个跟云南的米线那个质感。就不一样，空气站还蛮香的。吃完在旁边看看风景，雪山很壮观。中央山脉，我们大概会看到一个奇莱主山，它标高是3560。看看对面的崇山峻岭，那边就是沙原啊，或者是菜园啊。空气很好，对，空气很好。你看那边有一些上小梯田之类。嗯，那很多是种茶的，然后种高山的菜。像我刚刚那个我们吃到，对，因为它就是高山很好吃吧，
对，比较甘甜，水分也比较足。你跟你去博望新村，是从那些撤退下来的住的地方，从云南来撤退下来，回来这边，这边的住的是云南的傣族的这些住户是吗？是不是云南的？还有其他省的就不知道。博望新村，进去看看。哦，那个就是樱花了，它是冬樱，它那里写着樱花来的。那里面不可以进吗？哦，还有火把节，火把节就是云南的节日了。我们暑假去，对啊，我们暑假去大理的时候就有火把节，他们火把节很，每家每户都会围着火把跳舞，然后火把烧的越旺越意义着什么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滇缅来台60年了，云台两地欢度火把节。村里面的这一条街上卖了很多水果，还有自制的辣椒酱，还有这么大个的梨。佛利檬，甜柠檬，我真的没有吃过甜柠檬。柠檬不是酸的吗？树番茄也第一次见哦。还有其他的小店哦，还有傣味的餐馆。滇缅的家，民宿，还有传统米干米线。好特别的一条街，前面就可以看到巍峨耸立的高山。牧羊人民宿，1400一碗包早餐哦，加上那个很陡的坡，在上面靠来，哦，好陡啊！这个就是了。确实很好看，这个民宿好漂亮，配着这样的风景，心境好开阔。对面还有很多很漂亮的民宿，这个是民宿主的花园。晚霞哎，很快就会太阳落山都看不到了。种很多漂亮的花，山桃花好美哦。好像是蜜蜂花，还有几只可爱的羊咩咩，可以走到前面露台看一下，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啊，太美妙了。这个是民宿里面呢，姜茶，可以看到白云哦，看到外面的点点灯光，很安静很美妙的夜晚。老板拿衣服给我穿嘞，谢谢。感觉像是住在公主的城堡里面。多运动一下，继续运动减肥。你要在高原上面跳，不是你要在海拔那么高的地方跳，你会高原反应的。早上早起，观日出，风景很壮阔，太阳慢慢的升起来了，阳光洒进房间的感觉很温暖。自助早餐可以验血，还有咖啡，外面阳光灿烂。准备要离开清净山呢，离开之前再静静的看一看这边的风景，再好好的感受这里的山，这里的云，这里的阳光，这里的美景。
我的这一期视频到这里结束咯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那我们这一站清境山之行，让我更加的了解到了台湾的人文历史，更加深入的了解台湾，那也能够让我看到了台湾这么漂亮的美景，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然后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转发哦，拜拜。